教授是在日本非常有名的这种研究百年企业的专家，我特别问他呢，这个百年企业，他说身上有两个因子，第一个呢，他说不上市啊，第二个呢，他说啊，最重要叫诚信。这个百年企业的传承啊，在经过百年千年当中啊，你随时会遇到风浪啊，这个风浪呢，如果不小心呢、啊，就没顶。在今天这个会后呢，我们好好来努力筹组一下，把台湾的百年企业协会把它组构起来，然后呢，来跟日本做更有效率的交流。丸庄一直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传统的家族企业啊，100%家族持有啊，也没有外人。到后来你可能会面临到你的企业是不是要扩张，所以在几年前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当时是一个新加坡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叫益海嘉里，他们是这个马来西亚的糖王，在中国他们就有一个品牌叫金龙鱼，是做大豆油的品牌啊，大概全中国的市占率40%。这样的公司突然来敲门，中国大陆有多大的市场？每年700万吨的市场，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巨大。你在那边做第一名，你一定就是世界第一啊，没有什么悬念的。外销在我们的占比真的是很低。我刚提到酱油，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在地的商品了，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么轻易的就国际化。当然，经过很多的家族的讨论啊，我们就成立一个这个50/50的合资公司。这个公司叫丸庄金龙鱼，品牌是用丸庄这个品牌在中国大陆做销售。这个工厂在泰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做酱油的其实都是做很长的时间，它有长久的历史。长久的历史就代表它有相当的经验，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经验累积的一个行业。那我想最主要也是我们最近呢导入这个 AI 的设备，我想这个台大要转型，一个公司要超过百年，我想很跟我说不断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做一些新的投资，过去这个我们是一直在希望配着这个时代的进步，那我们能够去掌握这个时代的需求，这个我们对这个建立这个 APP 就是智慧营运，那像我们的这些这个业务同仁，他出去就靠一只手机就可以知道公司的状况、库存啊，那可以订货，这些这个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效率。因为我们的业务100多位，要卖饲料的有卖水产饲料的，有卖宠物食品的有卖那个肥料的，哇，一大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这些来帮忙我们在做一些提升营运的效率当然我这个储备世代种子人才就是我想这最重要还是人才是最重要，你没有人什么都不要用了其实我们人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培养起来，所以我们跟学校的这个合作还有跟国外的合作，还有展览，我尽量让展览让大家看展览，提升他的对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提升谈路比较多的还是这个题目，就是家族跟企业事实上传承希望是绑在一起。外面的变局那么多，那有没有哪一些共通的东西是在家族里面在做百年传承里面必须要去 focus， 必须要去聚焦。那我大概认为大概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所谓的决策力。一个企业为什么可以存活超过百年以上，就是他做出正确决策的几率比别人高出很多。如果你把家族治理的命题或企业治理的命题定位在提高决策的品质，事实上它是可以帮到蛮大的一个效果。那只是说你怎么样去做这个架构，它可以帮你提高这个决策的品质。那另外一个是价值力，我想在后藤老师里面也不谋而合也谈到这样的东西。一个企业要经营过那么长，经过那么多变动，那一定会有很多吸引你的地方。事实上所有外在环境不断的在变动，有时候这个好，有时候那个好，可是你一定要拉回来看看，那你家族跟企业你自己到底的核心能力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充分的认识，你有没有被市场的波动冲昏了头，以为那个才是好的，结果你追逐错误的东西。家族企业大部分的起源都是从产品出生的，
这个产品是不是可以经过时间的汰洗仍然变成一个不错的产品，还是这个产品会随着时间的经过被 phase out。 那我觉得这是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必须要去思考跟讨论的部分。事实上我也带了几位二代三代到西北大学去让他们参加这个 program 里面，他说这一个企业永续经营大概有四个特质。第一个是 Great Vision， 这个创办人的他的远景。然后呢第二个是 Great People， 有好的员工伙伴。然后呢要有 Great Financial Manager， 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让他可以成为百年企业，财务要非常的稳健。那第四呢 A Great Business Model，有一个能够符合社会所需要的商业模式。我觉得在外面工作的方便就在于说，反正我做一做不爽了就换工作嘛。那可是在教育企业你比较不能这个样子，所以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心态要调整，要更能够去同理其他人的心情，才能够去进行，不然你会面对一些的那个 challenge 不同意反正就是先做了然后你看是不是还可以，好像还可以，然后再继续就 work。 家族有或这个企业有没有那么多的人才库可以 support 你做那么多的投资，说如果他家族的核心能力没有办法 support 那么多的投资的话，大公自私啊，就是如果你看到的都是社会利益，看到从社会利益好好来经营这个公司，好好来做风险管理，那事实上这个企业会受益，那这个企业受益大股东一定会受益啊。我算是很早接班的，也算是很早进入这个行业去学习的。我从这个出这个专科的时候在送饲料，我到国外就是实习，所以其实接班讲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在家族里面，你既然进来了，你责无旁贷。下一步就是如何让这个企业永续经营。我想在我们本业里面如何进一步去发展。